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曼宁。自己的权益呢，要自己来争取。我相信只要你坚持自己的梦想，总有实现的一天。不要因为自己小小的力量就放弃，只要我们大家团结，它一定可以凝聚成一股大大的力量。这是一部很适合全家观赏的励志电影，我在这诚挚的邀请大家进戏院观赏，谢谢。